我的座右铭是：对的事情就要坚持，勇敢去做，不要轻言放弃。以台湾的民族性跟台湾的有70%以上的山岳地形，我们一定能够培养出本土的探险家、冒险家。于是这件事情，我只有跟我太太讲，我跟太太讲说，有一天欧杜纳会长大，当欧杜纳慢慢长大有能力的那一天，我要培养世界级的探险家、登山家。